据悉，近日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失误，将早期新冠病毒序列上传到网络上，后迅速被科学家下载分析，发现该早期序列有人为编译的痕迹。武汉病毒研究所拉响了红色警报，并且立刻从网络上删除了该早期序列。习近平听说此事之后呢，大叫：“糟糕，我研究生物化学武器的事情要暴露了。”